台东这种天气真的是不得了，就直接太阳在你头顶上，直接超热，那工作人员都穿黑色的衣服。台东这种天气真的是不得了，你看像我们拍摄都要穿黑色的衣服，然后头上就这样一颗大太阳，真的是超级热。那还好制片很贴心，又买这个运动饮料给我们喝。